我是中车骑车公司员工，我来到肯尼亚内罗毕维修基地已经1855天了。肯尼亚维保基地是骑车公司于2015年建立的，负责蒙内铁路全部货车的裂检、零修、断修及属地化建设等工作。基地刚建立的时候，裂检所外面一片荒芜，中肯双方员工利用作业的兼修时间，自己动手建设家园。大家在墙边种满了香蕉树，在空地上开垦出了一片片的菜园，共同劳动中既增进中肯方协作的默契，又增进了感情。每次作业结束，看着盛开的花朵，结满的果实，大家作业的疲惫就一扫而空了。 Okay, because I don't know in the north part of China.The other day, the small one, they are very small. That one is used to produce sugar. Okay.